好，我们继续看中论第一品讲义五十九页，接着看第八颂，用二门破。二门主要是外人执着因中有果，还有执着因中无果。略说，这本是破自性实有的他缘，不能生果。就是有人认为由缘生果，但是他执着这个缘有自性，他们不理解本身的矛盾，又想办法来解说执着从因缘生果的，他不会承认非缘生。你说他是无因缘所生，无因生，他不承认。好，他认为应该是从缘所生。这时候就从两个不同的见解来转就。有的主张因中有果，有的主张因中无果。主张因中有果的，他说缘中果虽然还没有生，但已有果法的存在。这果存在的果法，有说是果的能生性，有说是果的体性。因为缘中已经有了果，所以在没有生果时已可说是缘，从此缘能生。本来要生果它才可以称为缘嘛，对不对？但是他认为我缘中已经有果了，因此在已经有果这个相对之下，我可以说已经有缘，已经有这个缘了，而从这个缘能够生果。这是因中有果派。另外因中无果派，缘中虽然还没有生过，也还没有果，不过从以前的经验知道，它是缘。例如过去看到从碳能生火，现在看到了碳，也就可以知道它是火的因缘。从这样的缘能够生起后果，能够生起火的果。好，底下论主他个别来破这两说。这两种不同的见解，就是因中有果派、因中无果派，其实同样是不对的。果还没有生起之前，不能够说某一法是一定是某种果的因缘。如先于缘中去观察它，到底缘中先有果体呢，还是先无果？结论是先有果也不对，先无果也不对，先有先无这两者都是不可以的。假定说缘中先无果，果都还没有出来啊，那请问你这个缘到底是谁的缘呢？因中无果者，经常从世俗的经验以为从前看过，所以知道这是某一法的缘。不过现在是觉者真理，不能够用世间的常识来做论证，并且你执着缘中无果，不能答复现前研讨的对象，却想引用过去的经验来证成。过去的是缘中无果还是不是呢？过去的还不能决定，却想要拿来证明现在的，那岂不是以火救火吗？根本没办法解决问题。
好，接着破因中有果论者，如果说缘中果已经先有了，那还需要缘做什么呢？我们是为了生果才需要因缘啊，果既然已经有了，还要缘做什么呢？一般人总以为缘中先有果的可能性或果的体性存在，加上其他条件的引发就可以显现起来。他们常从植物的种子去考察，才产生这样的结论，却不知因果的正义绝对不是那样的。好，下面举个例子，如果主张因中已经先有果的话，那我们举个例子来说，例如一粒豆的种子，我们种下土去，将来可以生20粒的豆子。如果说这20粒的豆早就具体而为在这粒豆种中，例如有一粒豆种，我们姑且称它为 B， 那种下去以后可以生20粒的豆子，有 A1 A2 到 A20， 由这个 B 里面已经含藏了 A1 到 A20，这个豆种已经含藏了这些因缘了。那我们请问，这个豆种还是从它上面的种子来生它嘛，对不对？那么这种豆就是 B 了，还是从前种所生的，在更上的那个种子豆种所生，例如说是 C。 从前那一粒种豆就是西，那不是有更多的豆吗？因为这个 B 有可能是西所生的这个 B1 B2 中间的其中一个而已啊。那如果说它是具体而为已经含藏在上一粒的豆种当中，那这样一直推推推，那不是有更多的豆吗？这样的一一推上去，那不是几百年前的豆种中所有的豆果多到不可计数了吗？因中先有果是不可以的，若缘中先有果，缘就没有生果的功能，也就不成其为缘了。这就是用二门破，二门就是因中有果或因中无果，两者都不能成立。底下用三门破，这是第九颂。或者说执因中，执缘中有果是肯定的，这是一边，执着缘中无果是否定的，是另外一边，这两边都有困难，所以缘中应该是亦有果亦无果，这是矛盾的统一，是综合。有人认为这种综合是没有过失的。好，底下龙树菩萨对这三门的破斥，龙树论对这一类妄执认为是不值得多破的，因为它不出以上所说的有无二门，况且真实存在的自性有，如果你执着自性实有、自性实无，这有跟无是对立的，怎么能够亦有又亦无呢？那不是相违的吗？
如果执着自性实有，自性实无，不能既如此又如彼。有不是无，无就不是有。说缘中又有又无，那不是矛盾戏论吗？假定矛盾就是真理，那自相矛盾的真理真是太多了。所以说，果与缘中非先有可以生，就是缘中有果不能成立啊。亦复非先无可以生，就是缘中无果也不能成立啊。亦非亦有亦无可以生，就是缘中亦有果亦无果也不能成立啊。像这样有。无亦有亦无的三门都不能生，那怎么还可以说有缘呢？这是用三门破。十二门论的第二门对这个问题有详细的抉择。青木论师说第七第八颂是总破，第九颂是别破因缘，但龙树的大智度论说这七八九颂都是观因缘不成的。所以现在云顺导师也就依着大智度论把这三颂都是合在一起来观因缘不成做这样的解释。好，以上是谈因缘的自性不可得啊。底下第十颂观次第缘不成，果若未生时则不应有灭，灭法何能缘，故无次第缘。只有这个偈颂都没有生字啊，但是像天书一样不太好懂。我们先看一下导师的解说。先来看一下次第缘的定义。次第缘是说前念的信心说法灭了，有一种开辟引导的力量使后念的信心说法升起。次第缘就是有先后的次第了，就像说前面一个人坐了这个座位，那他离开了以后下面那个人才有办法坐上去。好，那这个次第缘他一定是信心说法才有次第缘。现在观这自性有的次第灭心不能成其为缘。次第缘如果了解它是性空，这个没有问题。前面一个心念引申后面的心念，如果是相似相续没有自性的次第生，这个没有问题。主要龙树在破次，你这个次第缘有实在的自性。那次第缘的定义是什么呢？前念的心心所灭了之后，让后念的心心所法升起。那问题就在这里了，你是已灭才生，或者未灭他就生。好，如果这个人他还没有起坐，下面人他就没办法坐上去了，坐上去就变成跌罗汉了嘛。所以在他的定义是前念灭，但是他有一个开辟引导的作用让后念升起。好，那问题就在于这一念一念的心心所
是不是有自信啊？在中观的立场啊来看，这自信有的次第灭心不能够成为因缘，因为真实自信有的前念后念脱了节啊，不能成立前后念的连续性。前念灭，后念生。灭有未灭、已灭、正灭三者，生也有未生、已生、正生的三者。现在只破前念的已灭与后念的未生，来观察它如何次第来升起。不破后念的已生，前念的未灭，也不破后念的正生跟前念的正灭。因为已生是后心已经升起了，那果已经升起了，那就不需要再追究它有什么因缘来升起这个果啊，果都已经生了，还谈缘做什么呢？未灭是指前心未灭啊，前心未灭，后念当然不能生啊。就像前面那个人还没有离开座位，后面那个人根本坐不上去嘛啊。因此，前心未灭，后念当然就不能生啊。所以，前念未灭也不能够成为缘啊。那正灭，前念正灭，后念正生啊，不离已生、已灭与未生未灭啊，也不必再谈。所以重点啊，它是针对前念已灭跟后念未生。好，这是我们看第十颂啊，脚注八十八啊。果若未生时，则不应有灭。灭法何能圆？故次第圆。啊，我们看导师的解说啊，先从后念的未生来说。后念，因为由前念灭引生后念嘛，啊，后念算是果啊，前念算是缘啊，它作为后念升起的缘。后念的果如果还没升起的时候，则不应说有前念的灭心作为缘，因为后面的果还没生，前面的灭心不能称它为缘。好，后念没有生，如果前念已经灭了，那就前后脱了节，而不成其为因果了。后念还没生，前念又灭了，那前后就脱节了，就不成为因果啊。如果说前念的灭心在灭下去的时候，有一种力量能使后念的心心所法升起，这也不行啊，因为灭就是无啊，已经灭了，没有一种灭法能够作为因缘。所以说灭法何能圆，已经 灭掉的法怎么可以作为谁的因缘呢？也不能说法体已灭作用还在，体都灭了，那哪还会有作用呢？体用 它是不能分开的啊，
没有体的用，这是不可思议的。这样后果未生，后面的果就是后念的心所还没升起，不应该有前念的灭心作为次第缘。前念的灭法已经灭了，如果已经灭了又不可为缘，已经灭了吗？那如何作为后念升起的因缘呢？是故无次第缘。有人说将灭未灭时有一种力量，在它正灭的时候后念信心所法正生，如果已经灭了后面还没生，那是脱节。但他主张不是已经完全灭掉，而是在正灭的当下后念的信心所法正生。龙树说不是已灭就是未灭，没有中间性的第三者，没有正在灭了。这个我们可以看角注89，因为导师这里所引的是龙树说龙树说在中论的寄送倒没有明确的说已灭未灭正灭类似的道理可以在第二品观去来品有这么一句话，已去无有去，未去亦无去，离已去未去，去时亦无去。这字长得都一样，看久了会分辨不出来。这里他其实是在讲三十门啊，我们下一节 就可以看到了。已去就是已经去了，已经去了就是这动作已经结束了啦，就没有去的动作了，所以已去无有去，未去亦无去，你根本还没出发嘛，还没去啊，去的动作也还没有啊，所以未去也没有去啊。那很多人就执着，我有正在去啊，但是这里就提到，离开了已去未去，没有第三个去时了，离开了已去未去，去时也没有去。很多人或许过去的没有了，未来也没有，那现在应该有啊，为什么没有去呢？大部分都会有这样的想法如果这样的想法，欢迎下一节再来因为中论的观去来品主要就是破正在去，去时先大概预告一下，就是外人他预设有一个去时，但是中论呢，他是纯粹站在因缘法上，你要有去时，并不能预想有一个单独的去时的自性，因为有去时一定伴随有去的法，才能称为去时嘛，对不对？好，那你这个去的法一定要去的人嘛，有人有法有时间，这个是要互相因缘相待的啊。如果离开了去法，哪里有去时，对不对？好，离开了去者也没有去的法啊，你没有去者，那谁在有去的动作呢？不行啊。好，所以中论它集中在破去时去，会有问题，会有自性执同样的，这里也是一样，不是已灭就是未灭没有中间性的正在灭
因此不能说正灭时能生，不能说前念正在灭的时候可以引生后念的心因所正生。他们不能成立次第缘，问题在执着不可分的刹那心，分到刹那刹那，那前念是前念，后念是后念，彼此就没有交集了。好，以上是破次第缘的自性执。接着第十一颂，观所缘缘不成，如诸佛所说，真实为妙法，于此无缘法，云何有缘缘？他大意是这样子，就是我们如果证得诸法实相的时候，它是能所双亡，没有能观的心或者能观的人，也没有所观的对象。那如果是能所双亡的话，哪里有一个法是实在的自性可以作为所缘缘呢？让心去缘它呢？我们可以看一下角注九十二。看一下青木氏青木论师对这个偈颂的解说，佛说大圣诸法，不论它是有色无色，有形无形，有漏无漏，有为无为等，诸法相入于法性，这若入于法性，法性就是一切皆空，都无相无缘，无缘就是没有所缘境了，能所双亡了吗？譬如众流入海，同为一位，有各种不同河流，同样入大海，入了大海同一咸味，就不会再有分别，你是长江的水，你是黄河的水，实法可信，随以所说不可为实，佛所说的这实相是无缘，是空的，没有实在的所缘缘，这样的真实法才是可信的，其他的方便说的法不能为证，是故无所缘缘的实在自性。好，我们看导师的解说。佛在经中说一切法时，不论这一切法是有见无见，是可见不可见，或者是有色或无色，或有漏或无漏，有为或无为等，在世俗幻有的心境上，虽然有种种的相貌，有千差万别，但观察一切法的真实时，就是一切法性空，不论是色法心法，看起来有物质跟心精神的差别，但是这个是在世俗的心境上有各种不同的相貌，但是如果观它的真实性，其实是同一空性都是无自性的。所谓百卉异色，同是异音，就是花花草草虽然有各种不同的颜色，但是如果我们看它的阴影事实上是同样一个颜色的。类似的文句在
大般若经一二九卷也有提到，所有诸树枝条茎干花叶果实虽有种种形色不同，而其阴影都无差别。虽然它颜色啊，青黄赤白等各有不同，不过阴影都没有差别。这在《大正藏》第五册708页中览，有这么一句话：这一切法性空，就是诸佛所说的真实微妙法，就诸法实相，就是一切法的真实相。他离却细论，颠倒错觉，不是凡夫所能正觉的。一切法的真实相，凡夫没有觉证到它，不认识它。即使凡夫没有觉证，但是他的本性还是毕竟空啊。悟入这真实相的圣者，深刻而透彻的现觉了他，他还是毕竟空啊，就是法尔如是啊。不论你是圣者或凡夫所看不同，但是他的法性还是毕竟空啊。于此毕竟空中，一切细论相都不可得，没有所缘的法相可说，所缘缘的自性是不可得的。如果还有能缘所缘这样的对立差别的话，就不是能所双亡，就不是真正的正见毕竟空。我们平常说般若智慧能证法性，似乎有能所的对立，认为能证的是般若的智慧，所证的是法性，法性空。但是这只是一种方便说明能所而已，并不是通达一切法性空的。如果还有能证所证的对立差别，那就不是真正证的毕竟空啊。我们平常说有能证所证，这只是为了方便说明而已啊。龙树说，缘是一边，观是一边，离此二边名为中道，也就是入不二法门。这缘是所缘呢，就是所观境啊。观是能观，如果有能观所缘这样的对立，执着两边就不称为不二法门啊。我们看角注95，《大智论》卷43就提到。菩萨入般若法门，事实能执行此般若波罗蜜。真正证得实相般若，它不再有因果的对立，不再有所缘跟能知的对立。这里是缘就是所缘，是知就是能观的智，也不再有内外的对立，不再有此彼的差别，所谓一相无相，也就真正证得实相般若，能所双亡。从法性真实破圆圆的真实自性，这样就是要了解所圆圆即是空性的，没有实在的自性。在如幻的世俗心境中说能缘所缘，这是世俗有能所的观待。不过从实相上
真实的实相上看，并没有所缘的实体。既然没有所缘的自性的实体，怎么可以执着有一个真实自性法能够作为所缘缘呢？因此我们说有能观所观，有能缘所缘，这个所缘也只是假名说，它没有真实的自性可得。护法的唯识中说，正法性的时候没有殊所缘缘的影像相，但亲所缘缘的真如体相还是有的。这就是主张有真实的所缘缘，与中观者的见解不同。中观认为证得法性的时候能所双亡，没有能观的心的自性，所观的缘也无自性。但是有宗，唯识宗是有宗，认为正法性的时候，这个真如体性，真如的体相，这是有的，是有真实的所缘缘。那这个就与中观不同，中观是说我们证得涅槃，这个涅槃也是如幻如化，即使有某一个法胜过涅槃，这样的法还是如幻如化。但是唯识它是主张圆成实性是有的，不能够空，这是空中有与有中的不同。好，以上是观所缘缘不成。接着观增上缘不成。第十二颂，诸法无自性，故无有有相。没有有相。说有事是故，事是有，不然。各位可以在有事是故，事是有加个上下引号，有事是故，事是有。这个就是阿含经所常说的此有故彼有。有事是这个事是就是此事了，有假故义才会有，就此有故彼有。增上缘的作用对所生的果法有强盛的力量，能够帮助果生起，就是在解释增上缘。增上缘有力的增上缘，它是可以帮助果的生起。或有多少力量，或只是不障碍他法的生起，这是无力的增上缘，只要不障碍他法生起，也可以称为增上缘。增上缘很宽泛，但常说十二缘起，多就增上缘来说。现在就在十二缘起上说，此有故彼有，这是缘起的定义。此跟彼都是指示代名词，此如果是无名的话，那彼就是行，所以此有故彼有，此如果是生的话，彼就是老死，有生故有老死，这是缘起的序列必然性。那此有故彼有，问题来了，这个有一谈此有的有，在实有论者的观念中是把它作为真实存在的，认为就是实有。但诸法是缘起，并不真实存在，而是无自性的。这解释这一颂的第一句，诸法无自性，因为诸法是因缘而起，它没有
实在的自信。没有自信的诸法，即没有实在自信的有相。既然是无自信，那就不是实有。既没有实体的有，怎么可说有事事故事事有？此有故彼有，这个有在中观来看只是因缘和合的假名有，不是一个真实的实有啊，因为它是无自信呢、啊。前面的有事事，这是因有；后面的事事有是果有啊，这就是此有故彼有的不同翻译。前面的此有是因有啊，后面彼有是果有。本来此有故彼有，如果能够了解它是因缘相待，就没有问题。但是不要执着此有是有一个实在的有，啊。落入自信执，那就不对了。因的实在还不能成立，何况能因此而起实在的果？所以说不然啊。因是无自信，无自信的因所成立的果，那当然也是无自信啊。好，以上啊是。观增上缘不成，好，接着啊，第十三颂到十五颂是观缘生不成啊。十三颂略广因缘中求果不可得啊，因缘中若无。云何从缘出啊？什么是略？什么是广？我们请看脚注102啊，青木的解释。略是于和合的因缘中，啊，略是指和合啊，在和合的因缘当中没有果。广呢？是于个别一一的因缘中来观察，也没有果啊。因此，和合当中没有果，一一的因缘中也没有果啊。那这样子，略广因缘中无果，怎么可以说果是从因缘生呢？啊，我们举个例子哈，例如五个指头啊，合起来成为。拳，好，五只手指合起来称为拳，那合合的，这就是略，啊，那分开一一的手指，啊，这就是广，好，这是十三颂，十四颂，若为缘无果而从缘中出，是果何不从非缘中而出？我们看一下讲，看讲义67页，中间括弧三，标楷体的地方。如果承认了缘中无果，而又说果是从缘中出，缘中没有果啊，而又说果是从缘中而出。此果底为什么不从非缘中而出呢？因为缘中无果，那就与非缘没有差别了。好，他的意思我们等一下再谈。第十五颂，若果从缘生，是缘无自性，从无自性生。何得从缘生？那大意是说，如果果是从因缘所生，那我们再看这个因缘是他自性本有的吗？
或者说这个因缘它还是需要借助其他的因缘才生。是缘无自性，就是说这个缘它也不是自体而生，因此是无自性。从无自性生，我们可以再记诵加两个字了，从无自性的因缘生。如果这个因缘是无自性，何得从缘生？如何可说果是从缘而生呢？这个缘都无自性的，怎么可以说有一个实在的果是从无自性的缘而生呢？好，这是记诵大约的意思，我们先大略了解它的意思，再看导师的解说。上面已观破了世缘的实体不成，因为在第七颂一直到第十二颂，分别观因缘、次第缘、所缘缘、成常缘都不成立了，世缘的实体不成了。那缘都没有实体了，那么由这些没有实体的缘所生的果难道有实体吗？所以下面这十三到十五颂就是进一步观缘的生果不成。好，十三颂，每法的生起是由众多的因缘所生，假定果是有实体的，那请问这个果究竟是从哪里生起？或者总略的从因缘和合聚中来看，或者详广的从一一因缘中来看，要追求果的实体都不可得。下面举个例子，例如五指成拳，在五指的紧握中，紧握这个是在比喻因缘的合聚当中，实在的拳不可得。在一一的手指中，这个在说明详广的一一缘，也同样的没有实在的拳可得。我们看一下角注103，刮胡一直接看答曰，拳法如果是决定有实在的自性的话，所谓有自性就是不依赖其他因缘了，即使他离开了五指也应该有拳的自性啊。如果这个拳法是定有自性的话，那么离开了五指应该有拳可见，也不需要因五指的因缘才有拳啊。如是等因缘离五指更无有拳，用这个来譬喻，如果离开了五蕴，那也就没有众生，没有佛可得。好，我们回过来，这因缘中既无果，云何可说是从缘中生出果呢？第十四颂，世人听了，虽然觉得广略的因缘中没有果，但总以为从缘生果，而且有它的实在体。所以说若承认的缘中无果，略广，就是合聚中没有果，或者一一的因缘中没有果，可是却又说果是从因缘而出，因缘中没有果，那你又说从
果是从因缘而出。此果体为什么不从非缘中而出呢？因为缘中既然没有果，那与非缘就没有什么差别啦。下面举个例子，例如碳是生火的因缘，碳是因缘，泥土不能生火，所以它不是火的因缘。好，现在我们这样子观察，碳可以生火，泥土不能生火，但是我们现在注意观察，碳在它还没生火之前，它还没生火之前，那泥土它也没有生火嘛，在还没有生火之前，那的那个碳跟泥土，它都是碳中无火，泥土中也无火，同样都是无火啊。但是我们说泥土不是火的因缘，泥土是非缘啊。那么碳中无火是不是也可以称为碳是非缘呢？不是火的因缘呢？因为两者都是无火，碳中没有火，泥中也没有火，泥我们称它为非缘，这碳中无火我们是不是也可以称它为非缘呢？是缘的碳中没有火的果而可以生火，非缘的泥土中照样是无火啊，为什么不生火呢？非缘中出不是对方所承认的，因为他认为还是有因缘所生，不过难他的缘不成缘，就等于非缘。这十三十四颂是从缘不成缘去难他的能生，下一颂第十五颂是从缘无自性去破斥他。好，第十五颂，外人说有真实的果从缘生起，假定能生的缘是真实的，所生的果或许我们也可以说是真实，但缘究竟有没有实在的自体呢？仔细的推究起来，缘其实也是从众多的因缘和合而生，这个缘也是无自性的，从无自性的因缘而生的果，这果是所生法，缘是无自性，所生的果当然也就是无自性啊。怎么可以说有真实自性的果是从无自性的因缘所生呢？好，这里主要是讲因缘生果，那这个因缘有没有自性？我们一观察，这个因缘也是无自性，既然因缘有自性，这个果怎么可能是有自性呢？好，最后第十六颂，果不从缘生，不从非缘生，以果无有故，缘非缘亦无。果不从缘生，前面有从好几个方面来看，从合聚的因缘当然没有果，一一的因缘也没有果，无因生当然不能得果，这样的果无有，果如果没有的话，所生的果如果没有的话，那么能生的缘跟非缘当然也就没有咯。好，上面审定文中，果从果为从缘生，为从非缘生，这两句从缘生果不可能，已经一一说破。这里力破非缘生果，
从缘生果不可能啊。同样的来类推，非缘生果也是不能成立。总结，一切不得成。照上面种种的观察，真实的果法不能说是从缘生的。有人以为缘生不成，哎，那是不是非缘生呢？非缘生就是无因生。如果无因却能生果，那就破坏了世间善恶罪福等一切因果律，这是没有道理的。所以说果不仅不从缘生，也不从非缘生。从有自性的因缘不能生，无因当然也不能生。因为缘与非缘都不生，所生的真实果法就根本无有。所生的果不成立，那能生的缘与非缘也就没有了。果既然没有，那能生的缘或非缘也就不成了。缘与非缘的无有，既可以约所生的果法不可得说。如果没有所生的果，那怎么还有能生的缘跟非缘呢？也可以这样说，能生的缘跟非缘本身啊，它还有能生它的缘跟非缘啊。缘非缘的本身也还是从其他的缘跟非缘所生的果。我们可以这样想了哈，这是果，它有缘跟非缘所生它生果。那我们这个缘跟非缘，它也是从缘其他的缘跟非缘来生它吗？好，所以同样的实体不可得，果不可得，缘非缘不可得，那其他的缘跟非缘也都不可得。一切自性有法不可得，就能理解无自性的缘起正法了。就是说假名的因缘生是可以的，但是不要执着预设有一个缘的自性，更不能主张有无因却能够生果。好，这是观因缘品，请大家再好好复习一下。这一份讲义下次也带来，我们再稍微复习一下。好，今天到这里。